真美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太阳下面还有一幅山水画呢，真好看。圈圈全是火烧云呢。我这给它拉了个近景，这个看不见了哈。这小板房没人住，这不是人家谁家吗？老陈家吗？就是说他没有人不让了，现在晚上上啊，晚上在这儿住也行，啊，不让。这些人一看就是不回家的了，我就不想回家了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说，在这儿睡了，躺着，不想走，不想回家了，就想在这儿睡觉。就是一躺在这就困。我要是个酒鬼就完了，我要是个酒鬼喝醉了的话，哈，我就感觉这儿很舒服，然后我就躺在这儿，很幸福美美的睡觉，明天早上醒了。你们就找不到我了，喂白鱼了，也有可能被卷到俄罗斯去了。哎，哎呀，这这么美的景呢，受不了了自己都。但是凉快归凉快，我现在脖子是黏的，又出汗了，可能还是说这地方有点潮湿啊。我说的嘛，我把这沙子。这个有水分的地方全给做出来了，换个地方，滚吗？好了，咱换个。现在这个沙子堆就干爽了，刚刚那沙子堆不行，被我一直翻滚的弄了个坑，里面有水分。我说我怎么身上有点黏糊糊的，现在是干爽的。你看那个，你看长那个坑，沙子上躺着还不老实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云儿在地上追。好舒服啊，好享受啊，好困啊。
没有摄影师的人，我容易吗？锻炼身体，提臀，嗨，嗨，扭腰，在这瘦腰，我最应该瘦就是腰，喝出啤酒肚了。哎，在这地方做什么运动都不觉得累，舒服。再滚几下就掉水里了，我太心里太有数了，因为这个沙滩是斜坡，你滚来滚去就滚水里去了。反正是你总归要跟这个水亲密接触一下，不是被浪拍了，就是你滚到下坡去了。我们这沙滩也是有弧度的，像个坡一样。回家呀，走吧，要不太阳落山了，咱俩回不去了。看那些饺子，他就不想上岸了，就那一群饺子。他们就在那玩的可来劲了，太阳已经落山，完全落山了，我跟我妈得回家了。你看只剩下晚霞余晖了，啥都看不着了，回家了。我们离这儿这么近，你没事你跟我爸俩就过来玩。再说了，这一夏天没多长时间了，就玩呗，白天吹空调，晚上这个时候就来玩水，带点水果，带个裤衩啥的下水玩。要不要给你俩买个救生圈啥的？别了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俩一人胳膊上拴一个，然后腰上后背再带一个，像那个小蜜蜂似的，给你俩飘起来，那俩不危险，就像那小朋友那样。你看那小朋友，哎，你别说小朋友，他这个东西啊，就后背带一个，翅膀带一个，还挺好玩的。对呀，你给你们大人也买一个，就天天在水里玩。呀再见了，拜拜了，我要回一次上海，因为有事情要办。下一次看新卡湖可能还得有一段时间。啦啦啦啦，真美。哎，这么美呢，主要是它这个随着季节的变化，一年四季它有不同的景色。虽然你看是简简单单湖水，它的湖水会变化的。我妈要走了，来了。起早贪黑，没太阳，就在这儿。哎呀妈呀，真的吃惊，一人手把五个盆儿，辛苦了，笑了。不是，他们不是，都是他们钓鱼人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大瘾，白天睡觉，晚上人家睡觉的时候他们出来钓鱼。然后小眼嗡嗡就往上盯着蚊子，来就是起早贪黑的呀，凌晨两点来钟在这正睡觉呢，它跑出来了，然后那小眼蚊子嗡嗡嗡嗡来点去的，他们就不打车，对呀，不打车，不打车。
看那个云像霹雳闪电一样，我们这里都是纯的自然的景观。你看那个，看那云，你别看嘛，我自己看，我的天哪，像假的一样，就像游戏里边那个合成图一样。这啥云？龙啊，红啊，亮发亮光，黄啊，金光。